立为台座，敬听的牧长，立为同工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一只要搁一摆感谢咱的上帝，伫伊的引带带领，予我有安尼机会，通徛伫即个所在，予我有安尼机会，来为主搁做搁较侪工。伫我过去的日子当中，我受到侪侪牧师兄弟因的关心。因带帮站看顾，伫我需要的时，予我找一帮站；伫我软弱的时，予我找一鼓励；伫我欠缺的时阵，予我做做我所需要的。伫这个顶面，我才会当借着这个机会感谢你，因为我知我无阁有阁较侪机会甲因相佮伫咧。因为我需要伫即个所在，员工教会所在，伫即个所在来为主来做工。伫过去，伫侪侪牧长的心上，我学习侪侪。伫因的心上，所做伫我心上的，嘛正做我的学习，予我对迄个中间学习怎样来照顾上帝的羊群。对迄个中间，予我会当来学习，免我成做一个主所欢喜的工人。所以，一只要搁一摆感谢因，感谢每一位所听我的牧长兄弟姊妹。当我接任这个工作、这个职务了后，我知这是一个责任的开始，这是上帝所交代予我。一个责任的开始，所以当我接受这个责任，我知影我需要更新，就亲像咱的议长伫主席讲道的中间所提醒我的，我需要伫迄个中间，伫服侍过程中间，搁较侪的更新，因为我知生活当中充满危险，生活当中充满挑战。生活当中充满侪侪困难，不过愿知，当阮若愿意仰望听阮的父上帝，阮就要伫遐领受快乐甲帮助。所以我期待伫我佮头前所要做遮个无愧的工作，我只有佮一摆仰望上帝，嘛要佮一摆恳求咱每一位牧长。兄弟姊妹，嘛继续为我祈祷，因为我知头前的路，犹原会拄着侪侪挑战，侪侪难题。只有我靠上帝，才会当赢过遐一切。当拄着议长在分享迄段圣经节的时，予我侪侪感受，伫周围充满侪侪安尼的引诱。在你需要的顶面，在你欠缺的顶面，在你软弱的顶面，试探就充满在我的身躯边。在迄个时，我只有会当照主的话来行，就是听主的话。在迄个当中，有时嘛会软弱，所以我嘛期待咱每一位兄弟、每一位牧长，继续为我祈祷。予我伫头前的路，会当有主的引带，有主的帮助，有主的鼓励，甲我相佮一块。一只，我嘛要特别感谢我的母会基山教会，伫我细汉予我有好的信仰生活，嘛感谢永安教会，伫我几年久伫永安教会聚会中间伫遐。得到兄弟侪侪鼓励，侪侪帮助，侪侪学习，一只搁一摆献上感谢，也愿你为我头前的路，继续为我祈祷，求主继续引带我为主做更较好的工，多谢大家。